好可爱。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画了一幅画，然后上面就说这是小七，这是小七，然后这是姐姐，小七姐姐。那个画挺好看的，挺美的，就是脸有点大。不是，他脸本来就这么大，反正他比你大一岁。你要跟他过完生日，他就11岁了。那你对艾玛说一点什么？看看这次姐姐瘦了没有？你有没有想她呢？超级想，刚熟悉我就工作去了。但在节目里看见他们，你就会发现哇，你真的忽略掉了好多每个孩子们身上的那种很暖、很可爱、很柔软的地方。所以这次就想要多多去感受他们每一个人，就是很多温暖的地方。我就想要他们开心就好，但是其实他们开心也很简单，就是陪他们玩。我就希望能够，我完全都属于他们，去陪他们，给孩子们一个小森林的完美 ending。哎，这是。哎。这位是嗨嗨，这位是我又回来了。来，哲远，来带你认识一下小七姐姐。Hello 你好。陈志远，手有点湿。没有关系。OK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龙哥，小七妹妹回来了。回来了，都开始做饭了。趁他们没来，先做点我们中午能吃的，或者是留一点。你要尝一个牛肉丸吗？很好吃。现在不吃了。别矜持。我已经吃了一个，那我要做葱油拌面，你吃吧。吃。我瘦点了没？你看我都瘦了是不是？瘦了。为什么？你去外面受到折磨了吗？我们不在的时候没人照顾你吃的吗？天天对啊，没有葱油拌面吃。我把这个先放起来。他比我在电视上看的感觉瘦好多，他就挺瘦的。他其实瘦的，但他出来拍的效果就是肉肉的、圆圆的，挺可爱的。所以说不容易啊，这行还是要减下肥的。哎，真的，你尝一下这牛肉丸，老好吃了。潮汕牛肉丸很好吃的。自己做的吗？他自己做的。拿那个锤子打。他锤了好久。手打牛肉丸。对啊，不是拿棒敲吗？小爽来了。小爽来了。暖姐来了。暖姐，我们在做吃的。Hello， 你回来啦。Hello， 小爽。小七姐姐，他们都可想你了呢。哎呦，他们那个艾玛最喜欢你唱那个歌的那个。啥歌？就是小森林的那个主题曲。他说那个小七姐的这句我最喜欢了，就你唱那句，我忘记是什么歌词了，记性不好。你什么时候到的呀？刚到，就是比你到个前3分钟。哦，下雨好大呀。超大。哦呦，哇，我真的第一次见到这样子。我本来没有胃口，然后看到这个有了胃口。龙哥，我就要一点点就好，我现在不配吃这么多。没关系，中午吃多少都不会胖的，真的。你相信我。来，你们可以自己夹着自己的。龙哥辛苦。辛苦龙哥，辛苦龙哥。都要葱吗？小爽，你要葱吗？我不太饿哎。没有关系，我可能可以吃两份。对，壮汉你可以吃两份。
他们今天看到小七姐回来，应该会挺兴奋的。你藏起来，我去接，好吧？你先找个地方藏一下。他们要是不找我，岂不是很尴尬？不可能。哎，这样，我们直接说，这个屋子里我们藏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宝藏。礼物，礼物和宝藏。可以。结果是小七姐啊。到了，快到了。快去！哪儿呢我？你先藏一下，不要，等一下我们都找不到你了。那我就在这边好了。行。这么大的惊喜，这么大的惊喜，现在能蹦啥吗？在这一层楼里面，就在这一层，再接气儿，大家千万别放过，连摄影机的叔叔那里也不许放过，明白了吗？一定要找到。我们拿到了钱，这小七姐姐去哪了？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面，就是小七姐姐，你能不能找到吗？我们的大宝藏是。那小七姐姐在哪里呢？快点找出来呀，找出来呀！小七姐姐，赶紧给我出来，必须得上去找。我是不是藏得太隐秘了？小七姐姐，搜查卫生间，卫生间也可能没有。小七姐姐，我告诉你们个秘密啊，这个宝藏就在一楼。一楼。小七姐姐，小七姐姐，大家看前面搜查。小七姐姐，旁边呢？在哪？在哪儿啊，小七姐姐？哎，在哪儿啊？看到了，小七姐姐！哦，心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哇，真厉害！宝贝们，宝贝们！哎呦，婉清，艾玛。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棒，心都化了。哎呀，大家已经建立感情了，在没有来的时候，这种想念会越来越深，就是感情也会越来越浓。然后这次来看见他们之前的想念都全部都释放了。我好想你呀，小七姐姐。我也想你。我去给你看我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艾玛，我来了，我跟你上来。我得给你找生日礼物。好呀，小七姐姐。你不能进来，我要给你准备。那你准备好了叫我。好，我也要去一下。好的，你进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们。我马上就给小七姐姐。你只给小七姐姐准备了，我们没有礼物吗？有啊。我给你们准备了，小七姐姐，我是给她的生日礼物。进来。
姐姐，姐姐，我可以进来了。哇，谢谢你，艾玛，怎么笑这么开心？这是我吗？是的，你一边看那边，一边看上面。然后关键是这张脸这么大的吗？对呀。小鸡姐姐是小胖妞。这个红色的是个小脚啊，小七姐姐，我给你带了礼物，这可是你的礼物里，小宝，哇，热气球哎！我想把这幅画送给小七姐姐，祝小七姐姐生日快乐，还有漂漂亮亮的，我会永远喜欢小七姐姐的。我坐在上面，你拉着绳子，有个太阳。哇，你的头发，在那一刻还是觉得蛮感动，也蛮幸福的。就小孩子不仅记得你，他还想念着你。这面也是我画的名字，小小宝。嗯，你们都换成这个样子了。对。是不是觉得很帅？我是小鸡姐姐。你看这个臭美的小家伙，哎呦，这个臭美的小家伙，小鸡姐姐，哎，我是小鸡姐姐，你是艾玛姐姐啊，艾玛妹妹，没有，我不是艾玛，我是小鸡姐姐，你是艾玛妹妹，你是艾玛妹妹，行吧行吧，你说啥就是啥，来，你们小朋友先跟我来做热身操，快点。来，快点来，来做热身操，快点！哎，原来我也有公主抱别人的一天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没你也比我呀！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好不 好？我给你们拿个惊喜。惊喜！嘘，等着我哦，两分钟我就上来了。两个小朋友在的吗？坐好，坐好，然后别过来哦。别过来哦。我们不会过来的，小七姐姐。可以开门啦！可以开门啦！来，你们一人穿一条，要不要穿？要要要要！之前就听说艾玛很喜欢美人鱼，她就许愿想要成为美人鱼。森林精灵，我想许愿了，我可以变成真正的美人鱼，在海里真的游来游去。刚拎着袋子去的时候，那俩就在那儿尖叫啊！我就知道，嗯，开心了，好可爱呀！小七姐姐也穿一个吧。哇，哇，我第一次穿这个。那你要找到你的上衣。他这个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也是一条美人鱼了。嗯。嗯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啊，美人鱼是这样走的啊！你好棒，就是这样走，要游的。你看小尾巴，
如果我们三个人都是美人鱼的话，怎么分配啊？我是鱼妈妈，对吗？那你是鱼姐姐，你是鱼妹妹。嗯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干嘛？我们今天要干嘛去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哎，妹妹，姐姐，妈妈。哈哈，心都要化了，哎妈。两个小宝贝，我们来唱，唱起来真好看。这位小朋友，你会唱吗？婉倩，你会跳舞吗？我会啊。你现在先帮艾玛跳舞，她来唱歌，你在旁边跳舞，我们一起跳。好，预备，唱。想去远方的山川，想去海边看海鸥，不管风雨有多少，有你就足够。喜欢看你的微笑，喜欢看你的美笑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忧愁、统统都吹散。我是觉得孩子的天马行空的想法很童真，也很珍贵，所以这次就特地准备了美人鱼尾巴，然后和他们一起扮美人鱼，就像小时候过家家一样，希望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，希望他们以后想起来还记得和小七姐姐一起扮过美人鱼。